真欢迎各位今仔日肯开时间肯开钱，陪伴你的心来到咱这个所在，主要目的就是要甲咱头壳内底国民党政府69年来伫咱头壳内底下足侪毒素，下足侪假的物件，下足侪粪扫。咱遮拢要甲来遮来甲清清洗洗好处理，吼、哦。那么过去咱互骗拢骗唔知，真侪人来遮上过课了，较感觉讲，阮较早互骗到戆戆呢，甲较早国民党讲的拢当作真诶呢。国民党来台湾，因为伊要统治咱台湾，伫即个合法性有瑕疵，所以伊拢用骗的，伊的历史拢。拢加价较济，吼、哦！来遮有真济讲师，拢会甲一寡真相来讲予大家听。我先民意调查一下，有上过高级班，较过来上初级班的举手，我看卖者。吼、哦，即个有较少，吼、哦，顶一期真济，差不多五分之一。吼、哦，好，无要紧。我今仔要讲即个题目是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。要安怎让咱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啊？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哪？台湾无正常，吼、哦，在国际地位上无正常。要安怎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？就是咱台湾民政府即马咧做嘅工课，吼、哦，就是要让咱台湾人过去方教错误嘅历史，吼、哦，咱要甲一寡历史嘅真相，吼、哦，甲一寡观念，吼、哦，来讲给大家知影，吼、哦。那么听不懂闽南语的请举手，都听得懂，那我习惯用闽南语，闽南语也是外来语，很多人错误的认知把闽南语当作台语，这是错误的，都是外来语，真正的台语是高沙族的语言，包括平埔族、石族的语言才是真正的台语。那么以前郑成功来攻打安平，把荷兰人赶走以后，郑成功他的部将大部分都是闽南地区的人，他在漳州、泉州、厦门、金门招兵啊买马，在金门的廖罗湾誓师来摕台湾，包括伊的军师陈永华。嘛，漳州遐人，所以陈永华来到安平，甲荷兰人赶走了，伫台南起，或者台湾的第一间的孔庙，全台所学，因的官方的语言就是用闽南语，因用汉字，但是读起来是闽南语，安尼到尾400年啊，380几年，你看安尼几代，你若甲20年甲算。一代，差不多18代以上有了哈。那么你甲想，日本人来甲咱管50冬尔，差不多2代半。我的爸爸妈妈，因受了日本教育的，因的同学会同学来，大家拢嘛日语下下叫，吼，都已经甲日语变成国语啊。当时。地清宫来，包括清朝安尼，甲今嘛，咱台语吼闽南语伫台湾已300几年，当然的一定真济平埔族吼会去学官方的语言。说错误认知，把闽南语当成台语，忘了自己的族语。OK， 这部分先讲到这。佮讲者就国民党换日本人战败，换国民党来。69冬，加算70冬，嘛有3代半，吼、哦，3代半。你看，即卖大家北京语，大家嘛讲个下下叫，尤其即卖少年囡仔，你即卖叫伊讲闽南话吼，拢讲个不得不及，搁兼超年代，吼、哦，佮有诶发音吼，迄差足济。OK， 好，即卖来步入正题啦，吼、哦，来讲。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，首先，咱来看讲，
近代咱台湾伫法律上主权地位有啥物变化？来做简单的小解哈。第二就是1895年，日本的天皇是依照《下关条约》，就是国民党咧讲的《马关条约》，为大清的皇帝出的台湾，啊，这是合法的，有签《马关条约》，这是一个国际条约，国家甲国家所签的条约，条约就是国际条约，啊，这是合法取得台澎哈。但是1945年，啊，日本战败，啊，又是美国甲牵两条原子弹，伫8月15日哈，宣布无条件投降，啊，所以。来到1952年，日本政府来签一个旧金山和平条约。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底条文，放弃台湾甲澎湖的管辖治理权，但是主权嘛，还佫伫日本天皇手里。啊，就是你是土地，你若租人，哦，就是放弃你的地上管辖权，甲你租的人，伫甲你租的合约期间。伊要种啥，就是租的人的权利，吼，你地主袂当加干涉，但是无办过户，哦，出租尔，没有办，无办过户，吼，啊，所以你看，这边这个是大清皇帝割让台澎，但是这日本政府，伊是干呐放弃，无割让，吼，无办过户，哦，所以台湾甲澎湖的主权还搁伫日本天皇手里，哈 ，OK， 过来。那么目前台湾甲澎湖还阁是主要占领全国美国军事占领中啊。即马依照台湾关系法委托台湾治理当局，就是较早美国还袂跟中华民国断交之前，这个中华民国伊咧代理占领甲管辖当中哈，伊是代理美国哈。OK， 啊，这基本的先一个概念啊，咱是还阁日属美占啊，即个。台湾甲澎湖还阁是日本天皇的，所以叫做日属哈。啊，但是伫美国军事占领中好。啊，那么台湾有足侪问题，我有差不多收集差不多100条，啊，今仔来讲差不多10几条来。啊，首先咱来先了解到底我是啥，咱是啥物人，咱是啥物族群，咱是对一国的人，你爱了解。若无了解，你若干拢听片面支持国民党的讲法。讲咱拢是炎黄子孙，哦，咱拢为登山过台湾，心肝结归完，吼，哦，啊，你若安尼吼，你就要骗甲戆戆，你就会认错做老爸，吼，哦，好，迄乞丐来台湾，结果吼，哦，咱就照伊大，咱甲收留，结果乞丐，即马就分有过人拐啊花，啊，过会官庙公，乞丐官庙公。就是这块土地是日本的土地，结果咱虽然战败，依来，那依照麦克阿瑟迄个命令来，阁是合法的。但是1949年国共内战输，招来台湾一批难民，还是非法入进入台湾哈。好，那么到底咱是虾米人？真好分，你简单先甲分。住伫咱台湾澎湖顶管家哈，先讲这个。小块粉红色这个，这就是中央山脉以东，这大部分拢是高沙族哈，哦，原住民住的所在啊。哎，因的族群，跟住伫西部平原浅绿色家无同哈，住伫西部平原这种较平地，所以叫做平埔族、平埔族。高沙有本来伫顶个月要14族，但是最近。中华民国内政部阁最佳承认两个，一个叫做卡纳卡纳夫迄族，吼，哦，啊，迄人拢无济，吼，哦，啊，另外迄族这两个加起来可能无超过2000人。国民党牵甲这两个小的部族，甲承认为高沙的原住民的时候，迄人少吼，无，哦，影响迄块大饼要分，吼，哦，未差介济。但是是安怎？你主要看